在这场拳赛打，我打之前在网络上投票说我会输的人现在在哪。希望他之后打完这场比赛，还有过坐完牢之后，这个十年后，他希望他可以改过，因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，就算你们有粉丝支持，也不能带他打，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是不会赢的。那至于为什么当初接下这个拳赛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我本身就是喜欢挑战一些东西的人，那特别是有机会可以打中北胜几拳，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。好的，那要一个化解恩怨之拥抱吗？两位，我也是可以拥抱的吗？在今天的终于之战之后，台上，因为我自己看电竞比赛，发现两位的恩怨已经十年了，希望这场比赛有化解你们之间的一些什么。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投资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他是休息到最后一刻哦。这回要看他刘伟健要怎么撑过前面的这个六连续的巴里shot，加重攻击。哇，这边是再转腿了。直接收掉了，直接收掉，直接收掉了。哇，在第四回，鼻子已经有出血，体力也不支了哦。OK， 那就刚刚包含了裁判老师这边，以及刚刚的这个我们的制作人也有提及了，在判定上面的话是属于 TKO， 那获胜的是洪卫久，红色方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疫情的关系，我三年没有到过台北，可是 Xbox 一直为大家带来很多的欢乐。十年前，突然跟我们一起为台湾的观众、台湾澳的观众带来这么多的欢乐。今天十年以后，虽然我们不是用电竞，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的拳赛，为台湾的观众带来这么欢乐的一个的比赛，也很感谢 Toys 练了这么多，谢谢 Toys 打了这么好的比赛。你有没有什么话？因为包含了你可能直播上面、你的记者会上面跟 Toys 有很多的冲突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你的对手 Toys 说的？没有啊，就是想知道在这场拳赛打，我打之前在网络上投票说我会输的人现在在哪。想必你自己压力应该也蛮大的，那你为什么还会愿意就是来接下这个挑战呢？在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希望大家现场的观众再给裴胜一些掌声。无论他再怎么躺，他还是打得不错的。没有他，我也不会有这个拳赛可以参加，也不会有这个拳酬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我觉得是都是不错的。也是至少让我因为他，我解锁了站在小巨蛋的成就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晕，有点喘。OK。那至于为什么当初接下这个拳赛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我本身就是喜欢挑战一些东西的人，那特别是有机会可以打中北胜几拳，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。好的，那要一个化解恩怨之拥抱吗？两位，我也是可以拥抱的吗？在今天的终于之战之后，台上，因为我自己看电竞比赛，发现两位的恩怨已经十年了，希望这场比赛有化解你们之间的一些什么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投资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一号裁判30-27，二号裁判30-28，三号裁判29-28，3-0，洪方胜，算胜，算胜，好。